们就会有一个在流行上会有时候会有一个比较优势的病毒株了哈，像我们之前的这个在104年哦 H5N2、H5N3、H5N5、H5N8，但是后面留下来就只有剩下一个新型的 H5N1，但是从H5N2，那从去年开始，在候鸟的监测还有全世界的流行就变成一个H5N1的这个流行的病毒株，那今年就这样子跑到我们的禽场来了，从候鸟监测我们也发现了，从北边的韩国、日本我们也发现了，那这时候我们就提升这个防疫的警戒，那很不幸真的就跑到我们禽场里面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去面临的，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挑战。是没错，不然这个病毒株在人类的这个感染上，在1996年香港是曾经发生过了哈，那当然这两个病毒株的序列是不是很相近，应该是要再做一个科学的比对了哈。那如果说在禽场方面，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家禽发病的情形哈，其实跟 H5N2 是没有很大的差异哈，甚至看起来是比较轻微，那主要是在神经症状方面，那出血的症状反正是 H5N2 这个病毒就比较严重，是是，所以的禽流感疫情哈，那 H5N1 这个病毒株在全世界都是在大流行哈。那根据统计资料，大概从1月到12月25，总共全世界大概有5500多场哈。那如果 H5N1 就占了96%的这个比例了哈。那在我们北边的韩国跟日本，他们的发生数也都将近50场哈。所以整个全球上这一波疫情是非常的严峻。那相对的，我们在最近的禽场方面，当然也从水禽到陆禽都有发现到这个病毒株的存在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提醒这些养禽农民要特别的注意这样子。是家禽最容易看到它的是扭颈哦，那步伐不稳哈，甚至就是侧瘫在一边这样子，那对对这样的一个情形。是是是，礼拜发生的这几场哈，那肉鸭跟蛋跟鹅哈，那主要都是水禽嘛哈，那这方面都是用监测的状况发现的哈，那我们去扑杀的时候，现场整个动物的状况情形是很好哈，那畜主觉得说这样的动物都这么健康，为什么要扑杀哈？那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只要验到高病原禽流感的这些病毒，我们就要扑杀哈，所以在水禽方面，在观察上是比较困难哈，所以要用监测的方式来辅助，那在陆禽的部分当然会有一些少许的症状，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症状方面。